笑笑，挂在你门上的早餐吃了吗？你来这儿就跟我说这些的？师哥，我们进去聊吧。那个人在外面本来看还是不够流畅，这样，我想忍不住把这个小姐进行优化。哎，林之祥，那个人刚才找过你，是你男朋友吧？哇，你男朋友真浪漫啊！我觉得这些小姐可以重新组合一下。笑笑，你到底想干嘛？ 我想干什么，你很清楚的呀。我不清楚，我刚刚来这家公司，你能不能别再缠着我了？能不能不要给我找事儿啊？想听我跟你解释。顾医生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这里是公司，你在门口等着不太好吧？至少别给笑笑添麻烦。那我回去等你行吗？